信。反剥削下我哋有请人嗰阵。好，码头工人嘅口号就系。就要撐到梁振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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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梁振英。今日咧，我遊行嘅時候咧，我嘅感覺就係香港市民對梁振英嘅憤怒同不滿，係歷屆遊行裏面最勁嗰一屆。今日呢亦都是梁振英政府这么多大话里面呢，今日他又说了一个非常之大的大话，大家知不知道是谁？33,000他说我们得33,000的人去参与游行，是不是？大家想想这个政府是几咁可耻，连这个全香港都看到的游行他都可以说这样的大话，我们香港人真是可悲有这个这样的梁振英。我们真的可悲呢，就是我们还要挨多4年。大家挨不挨到多4年？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，为了香港未来，我们一定要梁振英下代普选上台。今天有另一个梁振英另一个讲法，梁振英成日说我现在不会搞民主的，不搞政改，因为他说他要搞民生，但是他民生搞成怎样？一瘫痪个礼拜啊，楼价仲贵嗰啲，租金又贵嗰啲，打工仔女嘅工时又长嗰啲，佢有冇做嘢啊？梁振英，梁振英，梁振英，所以呢另一个最大的大话就是说叫我们工人，我们打工仔女，叫我们市民不要理民主，搞好民生。